赖清德在台南本命区最重要的立委候选人，赖会员，各位乡亲，有人写论文是这么写的吗？他这一本论文完完全全拿三本论文来抄，这样的赖清德谈什么高道德的标准？这样的赖清德有脸说学伦是高道德标准吗？所以我们严正的质疑，赖清德根本就是在打假球。我今天要非常沉痛的来跟大家来指证台南的立委赖委员，他的论文是一本抄三本，拿给赖清德来看看。你最重要的台南本命区的立委，他的论文居然是这么写的，赖会员的整个研究范围完全的抄袭他的同学高生发，三页完全抄另外一本的，赖会员居然去抄东海大学的政治系的学生叫刘玉婷，整段居然去抄人家的摘要，这种论文学位他还敢出来公然宣称自己是硕士，被我们画起来的全部是抄袭啊！有人写论文三页完全抄另外一本的，这样的论文不是狗屁论文，什么才叫狗屁论文？这样的论文不是抄袭，什么才叫抄袭？